纣明帝想利用蚩尤的龙魂，结合龙族后裔青龙超人，召唤魔兽肥夷，狂吸地球的水资源。青龙超人能找回失去的金刚，神兽金刚能不能阻止纣明帝？中国的成语说，失败是成功的妈妈。哎，是失败为成功之母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我们早晚有咸鱼翻身的那天。老大，咸鱼翻身，不还是一条咸鱼吗？呀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不怕猪一样的队友。不是，如果你能看到我穿着你设计的飞行装，那该多好啊！哦，哈哈，咱们比比谁飞得更高更远吧。好吧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有动力了吧 ？Let's go！简直一飞冲天，实习成功，准备一鸣惊人吧。三峡大坝有疑似中央星球的信号，你去侦查一下。收到，立即行动。大雁，帮我带掩护 ，OK？ 青龙超人变身。周老师，我发现黑暗势力在三峡安装了一个窃取水源的机器。收到，天神战队已经出发。好的，等着，给你们送个惊喜。今年的爆款。这么急的药物
英雄。帅，反正你们不用当英雄，我可不想当烈士。快闪！还有什么本事？使出来吧！守在水里，黑暗能量都在，那就把它引到天上去。糟了，双脚被它缠住了。哎呦，抓住青龙超人了！你这玩的是乌龙球吗？抓住我？就凭你们？不能再等夜辉了，赵燕，你赶紧脱离合体，斩断藤枝。可是我脱离，天神金刚就会往下掉。先砍断藤枝再说。但是控制室开关太多，不知道是哪一个。黑暗能源，谢谢你。不愧是龙族后裔，如果能提早个几秒钟那就更好了。是啊，如果青龙金刚还在的话绝不会这么狼狈。别斗嘴了，回基地吧。天亮了，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。
是红色正殿。起床啦，陈峰！起床啦，陈峰！起床啦，起床啦！进入非常教导模式。早餐为什么特别不同啊？对呀、啊，那是燕子摧毁了37颗鸡蛋，浪费了3斤面粉做的生日蛋糕。今天是叶辉的生日，燕子特别准备的蛋糕。叶辉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，燕子，蛋糕真好吃。我生日时也要吃蛋糕，不过还是渣渣做吧。燕子做的蛋糕只适合砸脸。陈峰。你燕子，冷静冷静。不好，上海江畔有情况，大家马上出发。老大，你说七皮将军是不是抽水抽到脑子里面去了？放着战舰不用，非得坐船，摇得我昨晚的机油都快吐出来了。你们这两个饭桶都给我安静点儿！是鸡皮将军，他们在码头干嘛呢？叶辉呢？他在哪里？这些家伙又想来偷水资源。情况怎样？黑士兵人数众多，正在安装抽水器。收到，我们马上赶过来。这好吧，你们快点。谁在外面？害怕地球上的蟑螂，会死人的。很多地球人见到蟑螂，都会说恶心死了。难道还有长得比我们更恶心的吗？什么什么事？快干活！我干了一只。没事没事，一切顺利。开始组装，启动中央控制舱。不能再等了。哦，青龙超人终于来了，上！老大怎么办？今天的生日 party 还真热闹。
咱们先预热一下。这些破铜烂铁，一块电磁铁就把你们搞定了。这些废物，异形机械兽出来！不好！现在是喝早茶的时间吗？吃香蕉皮补补脑吧。是我吗？啊！哇！好东西呀！你们别乱来，我们有枪。你们也别乱来，我们也有枪。啊！召唤神龙空刚来吧。玄武金刚，好样的，进攻吧！不会这么容易就让你逃走。老大，要是我们也有这么多粉丝，就不怕狼狈他们了。是啊，叔叔，看不到神兽战队，你能不能抱抱我？正好可以伪装了。我也看不到，你也需要伪装。哎呀，中死我了啊！拼命生命，拥抱着梦想，炽热的心，自由的翱翔。宇宙角落隐藏着黑暗，需要团结，勇敢的对抗。神兽金刚那么勇敢，那么的坚强，神兽金刚守护着我们，不再怕黑暗。青春生命拥抱着梦想，炽热的心自由的翱翔，宇宙角落隐藏着黑暗，需要团结勇敢的对抗，维护和平正义的伸张，难免遇上困难和沮丧，神兽金刚不再怕艰难，冲出地球，宇宙放光芒，用血肉之躯唤醒中国神兽，用中华之魂召唤神兽金刚。麒麟战斗，金龙战斗，白虎战斗，朱雀战斗，玄武战斗，神兽合体，无敌大神兽金刚，用血肉之躯唤醒中国神兽，用中华之魂召唤神兽金刚。神兽金刚那么勇敢，那么的坚强，神兽金刚守护着我们，不再怕黑暗。
超人哥哥姐姐给你们带来了签名照，谁想要啊？我也要签名照。哎，说得对，趁这个机会接近叶辉。签名照，签名照，签名照。谢谢大叔。谢谢叔叔。礼尚往来。啊、哦！你上钩了。来者何人？我叫狼大千。哦，狼大千，作恶多端，到十八层地狱里滚油锅去吧！不不，我不要下地狱。你，夜黑风高，装神弄鬼，这场把戏还想骗我？我们是在练习骗人呢，要不夜辉怎么会上当？看了《聊斋》就开始说鬼话了？你们到底骗到夜辉没有？答对，我们就是从这本《聊斋》找到灵感的。只要告诉叶辉胡博士已经复活了，他绝对信。死人复活这种把戏鬼都不信。但七龙超人信了。水晶石好像没有感应到博士。我就说叶辉会上当的吧。老大你好厉害呀、啊、原来是你们骗我，没想到黑白怪生了锈的脑袋都能见过青龙超人。哼，你们少自以为是了，现在我给你们两个选择，一是马上放了我，二我们选二，这可是你们选的。嘿嘿，就差那么一点儿。鬼又来找我了。黑白怪别搞鬼了，我们没有啊，这次真的有鬼。我看见了，回头的是绿色的鬼啊。什么幽灵什么鬼怪都是骗人的。子弹长点眼，要活的。青龙超人变身，咒死吧。对呀、啊、好奇怪呀、啊啊啊啊、你先上我等候。叶辉，赵烨，你快放了他，放下武器，否则我杀了赵烨。这下可以活捉青龙超人了吧。燕子，你没事吧？买一送二。笨蛋，来这么多，我们怎么应付？看来要活捉青龙超人是不可能了。闪吧！别追，我受伤了。林聪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还好，只是一点小伤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看你不见了，担心你会出意外，所以你就跟踪我。叶辉，你知道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就能问到胡博士的下落。叶辉，你醒醒吧，胡博士已经不在了，他们是骗你的。我不信，在你们眼里我很容易被骗，很好笑吗？叶辉，赵燕也是想帮你。我不需要你们帮我，别再跟着我了。周老师，你走了22,222步，虽然很二，但是对健康有正面帮助。叶辉，叶辉他可是龙族后裔啊，单挑证明帝足够了。单打独斗可以战胜黑暗势力的几率只有0.0002%。叶辉需要我们，我们快去找他吧。我不去，叶辉那么厉害，咱们就别去添乱了，省得拖人家后腿。叶辉失去青龙金刚后，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的沮丧，他越表现出坚强，就越证明他需要我们。可能是胡博士的死对叶辉的打击太大了。不好，敌人有动静，你们赶紧去看看。好。渣渣，你也赶紧行动。
作战。是。他们的把守更严密了，一定是知道我们要来。白骨超人，你没事吧？还好，他们的火力太猛了。如果青龙超人在的话，就可以里应外合了。没有夜辉，地球就不转了吗？快看那边。神兽战队，你们逃不掉了。这么多黑暗战机，怕什么？把他们全部消灭，我先上。我去战舰的控制室，从内部破坏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可恶，根本靠近不了啊！唯有这样了。白骨超人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还没收到白虎超人的通讯。白虎超人，一群机械兽。奇怪，怎么会没人呢？快从乌龟壳里面出来受死吧。嗯，等着受死的是白虎超人。你的鬼话很高明吗？哼，见棺材不落泪。白虎超人。哦，快去救他吧。不过你们得先救你们自己。糟糕，又是陷阱。可恶，你们两人赶快离开。这样不行。啊！朱雀超人，你先走。精灵超人，你们怎么办？快走啊！冲过来！啊！快跑！朱雀超人！快快，机械兽，快给我解决掉白虎！癞蛤蟆想吃我这只天鹅。可恶，煮熟的鸭子让它飞了。可能只有五成熟。你这个黑不黑白不白的家伙，欢迎招抓我们。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。
醒得太早。真是死鸭子嘴硬。快回去。大去看看。快给我在附近搜查，他们应该没跑多远。啊，居然相信死人会复活。笨哪，一直有丧尸才会复活吧。叶辉，你醒醒吧，我是已经不在了，他们是骗你的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叶辉，博士。孩子，不要轻易怀疑自己，更不能轻易怀疑伙伴。博士，渣渣，渣渣跟踪失败，渣渣投降。是谁让你来跟踪我的？就不能让我一个人清静一会儿吗？周老师要渣渣跟踪叶辉，周老师要渣渣找叶辉帮忙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叶辉，天神战队遇到麻烦了。周老师在说什么？恶局长胡博士，你们放开我，快去！周老师，周老师，林聪、张丽，你们在哪里？赵燕、陈峰，你们在哪里？快回话！怎么办？我不该任性离开天神基地的。啊，对呀，周老师说去找胡博士，胡博士没死。人类复活的几率为零，周老师犯了逻辑的错误。局势分析，最佳选择是向黑暗势力投降。胡说！你到底是哪一边的？冷静，冷静！你毁损失机器人，现状不会改变。我要去找周老师，我要去找周老师。还好我有点正气。你会抛弃机器人是违法的行为。都是因为我。疯狂奔跑，影响机器人的寿命，请以加购保修。我不能没有你们。设计师，你指引我来这里，到底要我干什么？为什么突然又没有感应了呢？水晶石没有感应，应该是没电了吧。好熟悉的背影。三生五不在我的数据库中，危险，危险！成功了。
保护博士。好的。嘿。呀。哈。嘿。呀。飞。啊。开明兽陆武。青龙超人，好久不见。博士，这是守护天之九部的开明兽陆武将军。当年全靠他，我才保住一命。小心！我怎么会惹到这个脾气暴躁的家伙？还来？都几千年的老朋友了，居然连我都不认得！先到水里消消火吧。博士，都这么大个，怎么还跟个姑娘一样？博士，你明明还活着，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们？太任性了！将军是不是为龙魂的事而来？看来博士都知道了，希望你能帮忙。无人类反应不在数据库中，请问你们是人类吗？看来我设计的数据库需要更新了。你是渣渣的设计者？那请你给我装个翅膀，用走的，脚太累了，老是被夜辉抛下。别较劲了，快说，胡博士藏在哪里？炸毁了长城科学院，还来问我们？哼，你害死了胡博士，还问些没头脑的话。难道胡博士还活着？明帝。看来他们确实不知道胡博士的下落。没想到胡老头藏得这么深，我还有王牌还没亮出来呢。明帝英明。很明显是鸡皮将军布的陷阱。那我现在就要去救他们。力学书，成功的几率是零，被抓的几率是100%。渣渣。渣渣收音频率正常，不用放大音量。我了解伙伴间的情感，但现在不能太冲动，而是需要团队间的信任和默契。虎面人身还有9条尾巴，完全违背逻辑思考。这位是掌管天之九部的大将陆武，是守护真龙的将军。正是。错误，神话人物不应该出现在凡间。哼哼，我还真不想到凡间来，让你这小机器人闻来闻去的。是我怕。真龙殿的9颗真龙魂消失了1颗，必须马上把它找回来。这么说，真龙要降临人间了？真龙只会在乱世或盛世才会降临人间，我担心。我们龙族后裔受命于天，真龙一定是感应到地球需要它了。醒啦！好痛！张力，小心伤口。这里是哪儿啊？我背着你翻过山头，是玲珑救了我们。啊，谢谢你，赵燕，还有玲珑。张力哥哥，你刮头的样子好帅哟！张力，林聪和陈峰都被鸡皮将军抓走了。叶辉，你这个时候在干什么？张力。叶辉也不想这样的。谁敢欺负燕姐姐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保护我？玲珑怎么保护我？我不知道啊。傻孩子。好了，我们让张力哥哥好好休息。好的。周老师，周老师，周老师，该死的，他们太狠了。林聪，周老师，您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啊。都伤成这样了，您还说没事？记住，越是困难，我们越要齐心协力，相互信任。可是叶辉他总是那么一意孤行，不和大家一起行动。叶辉他一定有自己的计划，你们要对他有信心。周老师，周老师，周老师，
周老师，你怎么了？周老师，周老师，仲明帝快要把地球的水抽光了，人类即将走向灭亡。我们作为地球的守护者，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林聪，最后一颗北斗星元素就在这里。这些是官窑出的罐子吗？暂时先关掉你的 GPS。 经不明觉厉、什么意思啊？虽然不明白，但觉得博士很厉害，能隔空关掉我的 GPS。 别紧张，渣渣，博士要到了吗？不到却知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呀？虽然不知道在哪里，却知道这是祖国最美丽的万里长城。还是让你知道了。博士要灭口吗？不见睡觉。该做什么？找齐北斗星元素，唤醒新神兽金刚，这就是打败宙明帝的希望。新青龙金刚，一会召唤新青龙金刚吧。青龙超人变身。走了5天了，早上也走了3个村子，都休息一下吧。
下个村子赶集人多，一定要找到龙族后裔。背这么大的乐器，还加扫描仪，重死我了。就是，我也累死了。我怎么一点都不累？将军，出发吧。早干活早收工，别废话那么多。这位是岳辉的故乡，都是老人和小孩，哪有什么龙族后裔嘛。好呀，金皮将军他们怎么会来这里，还打扮得奇奇怪怪的。走开走开，小屁孩别在这捣乱。糟了，玲珑怎么跑去那里了？大叔，你可以给我看看吗？小屁孩快闪开。给我看一下。不会吧，怎么是女娃？扫描仪坏了吗？不可能，扫描仪是不会坏的。哇，爷爷，你是套戏的吗？再扫描一次女娃。啊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玲珑，我们走。将军，是朱雀超人。居然来了个截胡的，那就一起打包带走。朱雀超人，你们快走，小心点。来迟了，青龙超人他们带走了玲珑。可恶。燕子，我们先把白虎超人带回去疗伤吧。没想到新青龙金刚出现了。是啊，将军，幸好我们逃得快，任务也完成了。这个龙族后裔不会是水货吧？怎么会是个女娃？怎么不会？不是有个女皇帝叫什么？不是，你们都知道啊。新王明帝也知道。小妹妹，你醒了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抓我？快放开我，我要回家。抓住他。别跑。小屁孩都搞不定，我来。小祖奶，求求你别闹了。禀明帝，他就是龙族后裔。怎么是个女娃？爷爷的椅子可以漂浮。爷爷送你个玩具好吗？好啊，谢谢爷爷。谢谢。不好玩，快走开，走开，不玩了。龙魂终于和龙族血脉融合了，龙之子降临，可以召唤五全魔兽了。恭喜明帝。记住，10分钟后停机坪集合。周老师，你们在哪里？林聪，
神风。快来救周老师。叶辉。周老师，你受苦了。赶快走。哎呦喂，你们来的可比我想象中的晚哦。别让他们走了，今天要一网打尽。先走，我还有事。好的，陆武，你自己小心。白虎超人，快带大家先走。青龙超人，快走。醒醒，别管我，我会拖累你们。要走我们一起走。他们追来了，快走。你是谁？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是真龙殿的大将陆武。连真龙殿都惊动了吗？还我龙族血脉！真龙殿的将军也不过如此。想拿回武魂，回去再练个一千年吧。别以为你可以控制这龙魂，他会有自己的选择。你选择舍身取义吗？我成全你。这回你们插翅难飞了。辛苦了。为了大局，我们分工合作，这点苦算什么？一直以来，我都欠大家一个道歉，对不起。叶辉，你这是干嘛？因为我私自离队，让大家饱受周折，我难辞其咎。孩子们，别忘了，新神兽金刚在等着你们。地球是我们的家。
我们要一起保护他，不离不弃，捍卫地球，神兽金刚，新神兽战队准备出发。金龙金刚战斗，白虎金刚战斗，试试飞行，那还等什么？ Let's go！这么高的地方来找恐龙，不怕恐高吗？不是恐龙，是飞蚁。你还恐高，汽油都白喝了吧？不是恐高，是恐肥，导致到栈道这么窄，我一定减肥。现在重心都在肚皮上，任何时候角度最关键。我可是专业的排客，一定要抓到最精彩瞬间。哎呦，你小心点吧。困难只会淘汰弱者，成就强者。信念、团结会让他们百炼成钢。只是，神兽金刚能战胜众灵帝吗？众灵帝，好好期待我们的新金刚吧。怎么还没见到飞一的踪影？该不会是放我们鸽子吧？禀告将军，他们来了。啊，果然还是冥帝厉害。you
了。难道肥姨肚子是个无底洞，能吸这么多水？明帝，这肥姨把水吸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肥姨可以直接制造水结晶呢。启动吸水管，将肥姨身上的水结晶吸上来。是。《山海经》是。龙，小女皇已经召唤出了肥姨兽。龙魂，还是让纣明帝利用了。肥姨已经吸干了多处水源，大旱会让人间走向毁灭。那该怎么办？陆武，请你和神兽战队一起对抗纣明帝吧。龙魂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我们无法违抗天命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龙魂只是被利用了，我们不能听天由命。天命如此，再多努力也是徒劳。不服！野兽就是野兽，永远都驯服不了，不让他吃点苦头是不行的。我的计划不能改变，我只要结果。是，明帝，要不我们把那女娃也教训一顿。愚蠢，问题并不在女娃身上。是，明帝，属下无知。
上回收小女娃，就一定要回收玲珑了。不可以，我一定要救玲珑。玲珑，渣渣，快点！我恐高呀。别忽悠了，机器人还恐高，快点！对不起你，看来今天没办法救玲珑了，先救回渣渣吧。渣渣，你还好吗？断了两只手，两只脚，全身散架，与一身肥仔口水味，其他都很好。看来舌头还没坏嘛。这女娃只剩一个利用价值了。大难不死。必有后福，谢谢博士没把我报废了。渣渣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怎么可以把你报废呢？舌头没死，身体倒是臭死了。这你得去骂那个肥仔，我怎么一点都闻不出来？机器人又没有嗅觉。博士，什么是一家人？一家人呐，是当你有困难时会和你一起面对的人。一家人就是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都不会嫌弃你的人。哦，我和大家是一家人。可是陈峰刚刚还嫌弃我身体很臭。重重地，胡博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玲珑，周明帝，捉一个无辜的小女娃做什么？快放了她。放了他当然可以，但是你得把青龙超人交出来。你说什么？好，我去。啊，宙明帝，你可别食言。非常好，我等着你。不可以，叶辉，你绝对不可以去。对，去了就中了宙明帝的诡计，他知道叶辉也是龙族后裔。去了神兽金刚就不能合体了。叶辉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谁也不想失去。玲珑那么单纯善良，都是因为我才被抓走的。玲珑救过我，还是让我去吧。你们都不要去，我只要玲珑回来。周明帝要迅速掠夺地球的水资源，而肥姨是他最好的工具，只有叶辉能完全控制肥姨。这是宙明帝的如意算盘，去了不更是让他得逞吗？作为我们的家人，不管玲珑的心智怎样被迷惑，但跟我们是有感应的。作为龙族的后裔，相信玲珑和叶辉是有定力抵御黑暗势力的。叶辉，你去吧。胡博士，这是救玲珑的唯一办法。燕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玲珑带回来的。家人有难，我要挺胸而出。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青龙超人，你来了。过去。哎呦，青龙超人怎么一来就行那么大礼呀？少废话，玲珑呢？宙明帝，快放了玲珑！放他也得先办完正事。什么正事？你啊啊啊啊啊！放过去。是。宙明帝，你食言而肥，不守信用。闭嘴！妈呀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想到还真让我来了。就是魔鬼，吓死宝宝了！没想到青龙超人为了这个小女娃真的来了。这就是地球人的缺点，太正气，太善良了。抽水计划不可出差错。是，龙魂，你给我出来！
人的身体。龙魂，我命令你。少长，帮他们解开束缚。胡子汤，明帝，快追！是。龙魂，我受够了。学会飞了，乘风帆我升级了。糟了！渣渣，你不是升级了吗？我只是电池没升级。你们才能平安回来。谢谢陆武，我又欠你一次人情。不必谢我，也不必谢我。陈峰没帮我升级电池，我们差点回不来。渣渣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马上给你换个大容量电池。不能再迟疑了，神兽金刚马上出动。是。Thank you.
疑。明帝的计划成功了。啊，不要，扎扎，你快去帮他们呀。我又不是战斗机器人。陆武，你是天上的神仙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们吗？陆武，拜托你帮帮月姐姐他们。出我们的绝招吧！再战了，这只是一时的，肥一还是被仲明帝控制着，是不能再给他危害地球的机会。没错，不能放过他。可是他只是被利用了。朱雀超人说的没错，肥一是古纪元的神兽，只要解除仲明帝的控制，他就能回归古纪元。是的，神兽战队的伙伴们，拜托你们了。陆武，你放心交给我们。Let's go!
次全靠真龙魂，我们才能战胜宙明帝。我终于知道真龙魂的选择了，它是为了保护地球而存在的。龙魂是正义凝聚起来的力量，是地球人的精神与传承。地球是我们的家园，保护它是我们每个家人共同的使命。邪恶永远敌不过爱与正义。唱着一首勇敢的青春战队，